不是我吹牛逼，我们这个肥肠的味道你在其他的地方根本就吃不到。老板，咱这个肥肠多少钱一斤呢？肥肠98一斤。这么贵？这98一斤在武汉都算天价了。那外面便宜的肥肠那你敢吃吗？我们的肥肠都是自己处理的，非常的干净，可以当做吸管来用。这个肥肠100斤只能出35斤，然后我们每天那个肥肠啊，把它弄得干净的少油，需要2个阿姨整整清一整天的时间。这98块钱一斤，有很多人都吃不起呢。不会啊，有很多人呢吃过第一次之后，他后来就一直就打电话跟我预约啊。一个人最多买过多少钱的？昨天有顾客买了300多块钱的吧。一个人买300多？是的，今天早上那个阿姨，她今天晚上有客人，也买了快300块钱的，买了30斤。哦，还真不少啊。我们有2个口味，一个是那个5香的，这个不辣的卖完了。啊，就是这点的是吧？对，这次没多少了。啊，那你把那2个给我吧。这是香辣的，这个就口味比较重，比较适合我像我们大老爷们儿啊，喝酒啊，吃个炒个菜蛮好的。师傅，你这个肥肠技术在哪里学的？那个花了几十万，把重庆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大厨啊，请到我们店里来指导。学这个东西花了几十万？是的。咱们一天能卖多少斤呢？我们现在的话是100斤左右，有说贵的。那有些买菜的这些阿姨婆婆，他们觉得会贵，但是经常在外面吃的，他就觉得很实在。这还给点豆子，豆子收不收钱呢？豆子送的，不要钱。这个加上豆子的就感觉正宗啊。上次在重庆吃的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说这肥肠宅子是真干净啊！看，漂亮，这刀没改好，连刀了。真香啊，咸咸的，稍微有一点那个中药那个药味啊。这回吃这个卤肥肠不用到重庆去了，武汉也有了。98块钱一斤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吃。这个是香辣大肠头，哎呀。看看这油，哇，这就是满黄的，哇，济南的大肠头138一斤，他这个98，这大肠头比这肥肠香多了，这家伙，你要血压高就别吃啊，吃完了蹭蹭的上来。这人间美味啊！吃完了它，我就再吃什么都不香了。好吃是好吃啊，但吃完有点迷糊是吧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吃飘了吗？他家还有肥肠面、肥肠粉。这个是个干拌的面啊。看一看这有没有食欲啊？红汤的。分量给的也挺足，你看看。那肥肠是不是16块钱一碗？16的是吧？酸菜肥肠，这里边还有肉丝啊！哎，这个都是肥肠的原汤。哟，肥肠的原汤做的是吧？肥肠的原汤。哦。还加了一份萝卜啊！还可以免费续面呢。
快来免费加面，我是加不了的。这一碗都吃的费劲。